哎，黄帽学长，怎么在学校都没有看见什么人啊？是，现在校园里是没有什么人，除了我们提前回来迎新生的老师之外，再就是工作人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再说了，你看校园这么大，看不见什么人，很正常。哎，到了。啊，这就是宿舍楼啊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年呢，咱们学校扩招，新的宿舍不够住，所以呢，学校就把这个研究生楼重新翻修了一下啊，给你们大一的新生住。你别看它破啊，但是里面装的跟新的一样，不比那新的宿舍楼差。咱们进去吧，啊！等一下，我给你叫。王阿姨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二贝。新生报到了，王。你是霸道的新生。嗯，是我。所有新生的名单都在这儿，你自己查。哦，安澜314。你等等，学长，这个王婆婆怎么感觉这么怪啊？她就这样。来，钥匙。谢谢啊。你是第一个住进来的，楼里人少，晚上注意一点。行，咱们上去吧。学校有规定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。不是，王阿姨，您通融通融吧，我就帮他送了行李啊。没事儿，这个行李东西也不多，我自己拿上去吧。那行，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嗯，今天辛苦你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王阿姨，学校没说不让男生送行李上楼吧？我已经住进寝室了，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那么大个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嗯，好了，我拎着东西呢，先不说了，挂了，拜拜。独自一个人来到大学报到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不过大学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尤其是分到这么破旧潮湿的寝室，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唉，想到这栋楼今晚没有什么人住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。谁呀？Thank you.
阿姨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各个楼层，刚才看你这儿亮着灯，就过来看看。没事，早点睡吧。同学你好，你是朱静吧？你好，我叫李佳玉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安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东西太多了，占你地方了。没关系，哎，同学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哎，你别在意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你习惯就好了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佳玉，你是怎么认识朱静的？她为什么心情不太好啊？他呀，他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估计啊，他就是又想到了高考失利，没考上港大的事儿，心情不好。他这人呀，特别特别的古怪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别在意啊。嗯，没事儿。哇塞，这么破的地儿，这怎么住人呀？这衣柜也太小了吧，怎么放得下我的衣服呀，妈？你看。宝贝儿，真是这儿的条件也太差了，咱回家住，不在这儿住，好不好，好，宝阿贝儿？姨，我们学校有规定，大一新生啊必须住在寝室，到了大二才能申请走读呢。陈瑞，盼盼的系主任高阳不是你的大学同学吗？是啊，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，通融一下啊？通融什么？人家孩子都能住，就咱家孩子在家住，都是你惯的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两位同学，盼盼呢，自理能力差，这个脾气也大，以后呢，你们多帮助帮助他。应该的。哎呀，爸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？真是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不是还有事儿吗？带着妈走吧，别啰嗦了，烦死了，快走。宝贝儿，乖乖的，妈妈会想你的啊。妈，我也会想你再见，的。叔叔阿姨再叔叔见。阿姨再见。感觉不错嘛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宿舍呢。哎，你们好，我是杨盼盼。嗨，我叫李佳玉。你好，我叫安兰。嗨，啊，对了，我在美国呀，给你们带了礼物，这可是最新款的。这不是那个最大的牌子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我不能要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别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对呀，安兰，拿着拿着。安兰，都10点了，我们回宿舍吧。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做完这道题。这都大学了，干嘛还那么认真呀？明天借同学作业抄抄不就得了？好吧，那随你吧。我先走了啊，你也早点回去。好。你吓死我了！原来我刚才看见的是你啊，我还以为见到什么不甘心的东西了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就好，我们走吧。
佳玉，赶紧起床了，要迟到了。嗯，困死我了。哎，阿兰，杨盼盼昨天晚上又没回来呀？嗯，有个有钱老爸就是好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还可以做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。他的烦恼你可能不太知道吧，我呢倒是特别佩服朱静，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，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，真够努力的。嗨，那有什么用啊，还不是没考上港大吗。哎，阿兰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要一直这样下去，早晚成为一个神经病。我发觉你今天怎么说话怪怪的呀。嗯，有吗？已经十多天了吧，大学生活都步入了正轨，不过最近心情总是容易烦躁，可能还是因为和室友相处的问题吧，总觉得最近室友们都有点奇怪。同学们下课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朱静，我看你身体好像不太舒服，要不要陪你去医院看看啊？我说了我没事。凡凡啊！没什么，我只是身体不太舒服。嗨，他没事儿，他吃点药就好了。胖胖，你就给我讲讲，你是怎么把韩熙追到手的？我可没泡他，是人家韩熙追的我。本小姐呢，念在他长得不错，而且呢又诚心可嘉，所以呢我就答应考察他几句。韩熙，这个名字好熟啊。嗨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上周我还指给你看了呢，韩熙啊可是咱们系的校草，长得可帅了呢。哎，我记得韩熙不是跟那个江雪在一块吗？怎么又和盼盼？嗨，估计早就分手了呗。哎呀，没有的事儿，韩熙都跟我说了，他跟江雪呢只是很好的朋友，经常在一起玩，所以就被大家误会了呗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还跟我说哎，杨盼盼同学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跟韩熙发展到哪种程度了？他身材好不好呀？你能不能别那么八卦呀？我们在一起才十来天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呀？不过呢，他的身材的确不错，有六块腹肌，还有人鱼线哦。还有人鱼线？嗯。哎，说说，你是不是早就把人家吃抹干净了？哎，李佳玉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让你八卦，我让你多嘴。你说嘛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嘛？你们有完没完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好像还没到睡觉的时候吧。再说了，这寝室呢，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吧？我们说话都不行了吗？就是。我
莫名其妙，你神经病啊！你说谁神经病呢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就说你了，神经病！够了，别吵了，都是一个寝室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行了行了，多少说两句吧。喂，佳玉啊。哦，好，行，我回来帮你带。啊，同学，这个是你的吧？这个是我的手机，怎么会在你那儿？刚刚你从实验室出来，手机就落那儿了。我一喊你，你就跑，所以我才追过来。谢谢你啊，我刚才还以为有什么坏人追我呢。我这还是第一次被女孩认为是坏人呢。这次谢谢你，刚才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寝室啊？哦，我室友生病了，我给他买药，找了好几家医院才找到的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哦，那这么晚了，要不我送你？好吧。嗯，走吧。我到了。你这还能进去吗？嗯，能进去，放心吧。嗯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学长，今天谢谢你了。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走了。嗯，好。王阿姨，王阿姨，王阿姨，开门啊，王阿姨。不好意思啊，王阿姨，那么晚了还要你给我开门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以后记着关寝时间，别再晚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是314的吧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晚上早点回来。哎，王阿姨，佳玉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你不是刚才吃了药了吗？怎么还会痛啊？不知道呀，疼得我都快虚脱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自作孽啊！安兰，你是不知道，晚上呢，韩熙请我吃自助海鲜，我就带着李佳玉一块儿去了。结果呀，他去了一顿胡吃海塞，不闹肚子才怪呢。我没吃多少呀。拜托。你一个人吃掉了一整只澳洲龙虾，哎，把我跟韩熙都看傻了，你真是太给我长脸了。嗯，我那不是没吃过吗？自作自受。我去上个厕所了。哎，我一个人有点害怕，安兰陪我一起吧。嗯，好吧，走。哎，等我一会儿，我也去。哎，胖胖，等等我，我害怕。都说有不干净东西，大半夜就喜欢待在厕所这种阴气重的地方。佳玉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三更半夜的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啊，李佳玉，你快看头上有什么东西。妈妈，你别吓我。我没吓你，是真的有东西。啊啊，盼盼，等等我，你们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朱静，那天在教室，我对不起你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忘了。对了，
那天看你身体好像不太舒服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认识？哦，没有。走吧。最近杨盼盼和那个读研的韩熙交往得很火热，但韩熙明明是和江水的关系不一般，我觉得他可能是脚踏两条船，我该怎么和盼盼说呢？还有，为什么上次佳玉要故意打断我的话？真奇怪。朱静，我看你最近好像是精神不太好，是不是学习压力很大啊？不是。那你赶紧睡觉吧。哦，盼盼和佳玉出去通宵唱歌了。阿兰，佳玉他，佳玉他怎么了？算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哎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股酒味啊？安兰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昨天晚上去泡酒吧了，可嗨了，还有好几个男生啊向我献殷勤呢。拜托，那就是几个男公关而已，你少自作多情了。什么呀？那个谁，那个韩熙的室友沈毅，还给我送果盘呢。肯定是对我有意思。他是有意思。他的意思呢是让你住嘴，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不对不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赶紧上去睡觉吧，来，快。哎，咱们楼层的洗手间那个灯啊，什么时候换成红色的了？看起来怪吓人的。前两天就换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这两天不是没回来吗？我住在韩熙那儿了。什么？你跟韩熙同居了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安兰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别整天跟那个朱静一样，天天在学校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一起出去玩呗。哎，不去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哎呀，这样，正好明天呢我们要去 K 歌，到时候我去叫你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帅哥认识，怎么样？哎，不用了，我真没兴趣。别啰嗦了啊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我去找你啊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安兰，我都找你半天了，你怎么又来图书馆了？这破地有什么好待的，你还总来？嘘，
我不就图图书馆安静吗？对了，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一起去 KTV 唱歌的。哦，可我也没答应你啊。但是你也没否定啊。佳玉还在外面等着呢，就差你了。我真的不去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，走吧走吧。要不你们去吧。赶紧赶紧的。嗨，来了来了，安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男朋友冰冰。人家呢都说他长得像电影明星冰冰，所以爱好就叫冰冰啦。你这丫头，你又拿我开玩笑了。其实呢，他的大名叫韩熙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韩熙。哦，你好。来，我给大家正式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室友大美女安兰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安沈毅，这个呢是我的室友安兰，安兰，这个呢是韩熙的室友沈毅。我们家安兰可是第一次出来玩，今天晚上我可把她交给你了，你给我好好招待，知道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我们大家敬安兰一杯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。哎呀，你别扫兴了，安兰，你快点儿来。干杯！来，沈毅，我就不喝了，我开车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大家玩的开心。走，我们到那边喝。好好好。来唱歌。阿兰，来喝点这个。哎，你别让他喝了。哎呀，这是兑的果汁的低度酒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服务员，回学校吗？我送你吧。哦，我来开。不舒服吗？哦，头有点痛。你不能喝就别喝。可是李佳玉告诉我是低度酒啊。他骗你的，那是鸡尾酒，喝起来没什么，其实最容易醉了。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多人在烧纸啊？哦，因为快到七月半了，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是要在夜里烧纸，祭祀先人。七月半？绝对不许再有下次。王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晚回来了。你也不看看农历都几月了，还这么晚回来，不怕碰着不干不净的东西？王阿姨，你的意思是我们……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哎，
怎么了，朱静？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了？你没有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吗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不可能，你再仔细听听。没有，朱静啊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为什么你们什么都听不到？我没有睡着，也没有做梦，而且这些天我总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为什么你们都听不到？朱静，我想你会不会最近精神压力太大了，产生幻听啊？对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去心理咨询室看一看。休息吧，我先睡了。Hello， 好巧。啊，看什么书呢？没有，我就随便翻翻。哦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，我生物学的还是不错的。沈毅，田老师。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，女朋友很漂亮，不能因为谈恋爱影响课题研究啊。我知道。那这样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嗯。哎，沈毅，这个田老师看上去好面熟啊。哦，他是我研究生导师，前几年出国了，然后前天刚回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我在校门口看见那个优秀老师来了你的照片，应该就是他。对。对了，刚才他误会我们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解释啊？啊，这个不着急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还有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？哦，你们老师跟我是一个研究组的，然后他桌上有你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。哦。哎，阿兰回来了。嗯。哎，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宿舍楼前些年一直是空着的？嗯，怎么了？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啊刚刚听到一个传闻，说咱们这栋楼啊好像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哼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听一个被保送博士的学姐说的呀。她说呀，她刚上大一那会儿，咱们这栋楼就出个事儿，而且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她跟我说啊，好像是十年前，七月半那天晚上，有一个叫沈未央的女研究生在宿舍里啊纵火自杀了。那个120把人抬出去的时候，那个脸啊都烧没了，特别的惨。不是吧，为什么呀？这谁知道呢？有人说啊，她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导致得了抑郁症，还有说被男朋友甩了想不开，还有说什么吸毒啊这个那个的。哎，不过啊有一个说法，说她在出事前经常能听到或者是看到一些别人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，好像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。所以后来宿舍就被封了吗？哪那么简单呀，学校装修就继续住人了。哎，不过你们猜怎么着，
但凡是住进这间寝室的人啊，不是疯了就是死了，可吓人了。最后学校才封了楼的。那到底是哪间寝室啊？不会是我们这间吧？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啊，就是我们这栋楼的。学校怎么这样啊？出过事儿的寝室还让别人住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哎，你们就别乱想了，什么地方没死过人啊？再说了，像学校、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，很多都是建在乱葬岗上的。再说，学校的恐怖故事能信吗？大多是以讹传讹，编造出来的罢了。哎，我这可不是编造的，刚才我都上网查了，网上都有这条新闻。哎，盼盼、阿兰，你们都过来看看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女孩就是那个沈未央。沈未央，哎，你觉不觉得他跟阿兰长得好像啊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，好像啊。李佳玉说的那个传闻可把大家都吓到了，本来今天就是中元节，结果宿舍楼还突然停电，真是太瘆人了。盼盼，你怎么啦？我做噩梦了。梦到一个脸被烧焦的女人，她朝着我笑。盼盼，啊，原来你是做噩梦了，你把我吓死了。没事的。安兰，你不舒服吗？我看你气色不太好。嗯，没事，可能最近没休息好吧。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太潮湿了，导致你体虚的缘故。没关系，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就好了。嗯，我会试试的。这个不错啊。哎，刚才那个女孩呢？什么女孩呀？没人进来啊。就是刚才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。红衣服？阿拉，你别吓唬啊，咱们寝室除了你没有人进来。
中元节后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连着做了好几个噩梦，朱静的情况也十分糟糕，他好像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看到一些恐怖的画面。心理咨询师说他是压力过大导致的神经衰弱，多休息就好了。可我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盼盼，哎呀，我的好盼盼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呗，让那个韩夏把沈毅约出来，我们再一起玩玩呗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我不是不帮你，上次我不是让韩琦专门把沈毅约出来吗？就是为了给你和安安制造机会啊。结果呀，我后来呢让韩琦侧面打听了一下，人家沈毅连你名字都不记得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。不是吧，这也太伤自尊了。哎呀算了，他不是连安兰也一样不记得吗？哎，你们聊天归聊天啊，别拿我说话。要我看啊，那沈毅就是块木头，所以啊，还是换个目标啊。嗯，盼盼，你这么说呀，我心里好歹平衡点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个大花痴。谢谢医生。你不是跟韩熙出去住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他最近要忙课题，必须得回学校住。李佳玉，你弄两只耗子回来干嘛？嘘，我们最近大家不是经常做噩梦吗？听说这个仓鼠啊，对环境变化特别的敏感。哎，这个房间里要真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，哎，就他们第一眼就能感觉出来。你可把他们看好了，千万别让他们越狱，我最怕这个东西了。哎，这位同学，注意听讲。说你呢？啊，炒饭，谢谢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被它咬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仓鼠啊，疼死了！讨厌。安兰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不行。有时间还是多晒晒太阳吧，好吗？没事，我只想来运动运动，回回气血罢了。这两天感觉怎么样？我还是睡不好。对了，
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的东西存在吗？我不相信，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。怎么了？最近总发生一些怪事啊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十年前宿舍里烧死的那个女生有关啊？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注意休息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谁啊？这么无聊，大半夜还恶作剧。快醒醒啊，朱静！朱静！朱静！朱静，你怎么了？朱静！朱静！你们说我要自杀？是啊。幸好阿兰没睡着，发现你不太对劲，赶紧叫醒我们帮忙。要不然，你现在已经从三楼跳下去了。朱静啊。朱静，你在干嘛呢？朱静，佳玉，佳玉，你快醒醒！佳玉，你看朱静在干嘛呢？盼盼，盼盼，你快醒醒啊！下来看看去。哦，盼盼，盼盼，快！
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癔症？那你吃这个治神经病的药干嘛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朱静不说，一定有他不说的原因啊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我可不想跟一个神经病住在一起。我没有精神病，我只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，导致了精神性呕吐。我知道你们总在背后嘲笑我，说我心高气傲，却考不上港大。其实我考上了，只是因为家里没有钱，供不起我上港大。你们能理解，我苦读多年考上名校，但必须逼迫自己放弃的那种心情吗？好了好了，舒静，别哭了，都过去了。可是你既然没病，那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不会他真的撞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给谁发短信呢？没有啊，没谁。哎呦，有情况嘛。是谁？拿出交代。哎呀，就是个普通朋友，学长。学长是咱们学校的吗？我认识吗？认识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八卦了，快去整理东西吧。哎呀，真没劲。托了杨盼盼的福，他爸爸帮忙找了学校领导，给我们四个换到新的宿舍楼，拥有了一间充满阳光的宿舍。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之前一切不好的都烟消云散吧。哦，前段时间太忙了，今天有时间就约你出来了。看你状态不错，新寝室还好吗？挺好的呀，我觉得特别的干净。你过敏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从来不过敏的。那是最近吃什么东西了，还是抹什么化学药品了吗？最近也没上过什么实验课，怎么了？走，我们去医院。医院？哎哎，最近也一直不太对劲，
盼盼，难道你也看见了？我一直没说，我就是怕你们把我也当成神经病。那这么说，现在我们几个当中，只有佳玉没什么事了。其实我也有事了，我都已经看了2周的心理医生了，我害怕，怎么办呀，爸爸？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初秋现在都这样了，要不我们去找个大师化解一下吧？大师。好不好，爸爸？安兰，你又做噩梦了？没事啊。找到大师了吗？大师怎么说呀？我刚刚去联系了一个东南亚的大师。大师说我们的问题比较棘手，最好是能够找到这个邪灵真正产生的原因，才能够对症下药化解掉。那怎么找啊？哎，对了，韩熙在学校有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知道点什么，我去问问他。好，你快去吧，快去。韩熙呢？我打他电话一直没人接，寝室也没人。他不在实验室吗？韩熙，他的课题早就结束了，他不会来实验室的。啊，可他明明告诉我，他最近一直都在实验室做实验啊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谁啊？韩熙呢？师傅，麻烦你再快点。出事了，下一个会是谁？是你还是我？佳玉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
王阿姨，我听说10年前您就是这宿舍的舍管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火灾现场的具体情况啊？学校警告过，我不能说。再说那件事儿，我也不是太清楚。可是王阿姨，现在宿舍已经有2个人出事了，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10年前火灾的那一天，我见到沈维阳的时候，他还是好好的。你快回去吧。那你抱抱我呗。来，走吧。哎，维阳。啊，王阿姨啊。你不是要实习去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这两天有几个报告要做，就没走。还有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可能过段时间就要出国留学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。王阿姨，这个是他们4人照片。对，就是他们四个，也住314。314。不是我们住的寝室吗？这个长得最漂亮的叫沈维央，你俩长得特别的像。那天我乍一看见你呀，真的吓我一大跳，我还真以为他活过来了呢。王阿姨，我们两个真有那么像吗？这个是刘玲，脾气特别坏，这小个子叫顾湘晴。最后这个呢，我记得最清楚，他叫温婉。未央出事以后，他和未央的男朋友好像是搞对象了。阿姨，那纵火的那天您在现场吗？来人呐，救火呀，着火了。火警和救护人员来的时候，人就剩下一口气了。报道上说，人没抢救过来。唉，可惜呀，挺好的一个孩子。王阿姨，那沈维阳出事之前，他有没有什么怪异的行动啊？我好像听说，他出事以后，是有人说，他之前有很多怪异的行为。唉，谁知道是不是胡说的呀？那时候他们寝室的关系特别的紧张，沈维央要求好几次要调换寝室，都是因为没有床位没换成。对了，王阿姨，沈维央出事之前宿舍楼里还有发生别的怪事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最起码我在的时间没有。倒是入室以后，这个宿舍发生了几次怪事。照你这么说，沈维阳纵火自杀的事儿，可能是别有内情。在沈维阳出事之前，那间寝室一直没有出现过什么怪事，所以这些怪事的起源都是沈维阳的那场火灾。可都说沈维阳是中了邪才出事的。中邪只是传闻罢了，并没有任何人证实过这件事情。如果就算是事实，那我们住的那间314寝室刚住没几天就出事儿，可是沈维央住了2年才出的事儿，怎么办？沈维央难道缠着我们阴魂不散，纠缠我们的就是沈维央吗？
佳玉，你别着急，我会继续查出真相的。我想，只要找到真相，事实一定会水落石出。我打算再去查一查，当年跟沈维央一起住的这三个室友。我想他们三个一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喂，沈毅啊，沈毅，这么晚了找我有急事啊？我刚去看盼盼了，他跟我说最近你们身边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你们都怀疑跟十年前宿舍那场大火有关系。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其实我们几个人最近都有梦到沈文央。那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这么晚了去见谁啊？见到你就知道。好吧，你等我一下。他就是沈未央。沈未央？沈未央不是已经死了吧？沈未央，沈毅。他是我姐，他没死，他只是变成了植物人。当年的那个记者太不负责任了，在急救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发布了新闻。本来我想更正一下，但是后来想想，就这样也挺好的，就让姐姐好好休息一下，将错就错吧。既然姐她并没有死，那我看见的那些幻觉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总是跟着我的那个红衣女子又是谁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带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搞清楚一些事情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现在你知道了，你们发生的所有事情跟我姐都没有关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还要查下去，凭我的直觉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。如果就算放弃的话，悲剧也还会再发生。我陪你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如果我们几个不是因为中邪的话，是因为幻听幻觉，那你说你姐当年的情况会不会跟我们一样？
田老师。嗯？我有些急事儿，想跟您请几天假。哦，明白了。那你们忙完了赶紧回来，现在课题正在推进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深夜，你女朋友这是怎么了？过敏反应这么严重？哦，我之前带她去医院看了，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对啊，而且我从来不过敏的。我看你这不像是普通的过敏反应，应该是接触到了某些化学药品，或是某种特殊的菌群。田老师，这是您要的报告。那田老师，你先忙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早去早回。现在连李佳玉都死了，你别担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嗯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这有个顾老师住在哪吗？小朋友，你们在画什么呢？就在那边，我们过去吧。好好好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走吧。孽，你说这个女老师死在哪里不好，也别死在我这个房子里，搞得我呀现在这个房子都租不出去了。哎，阿姨，她有没有什么东西落在屋里啊？有有，她的东西也就是警察拿走一点，剩下的都在呀。你说这死人的东西晦气。阿姨，顾老师是怎么死的？那警察说呀，她是洗澡中突发心脏病，纯属于意外。是这样的，阿姨，我们想从顾老师的遗物中取些东西做纪念，不知道方不方便。我们没别的意思，因为顾老师呢是我们俩的学姐，嗯，我们就是想纪念一下。可以可以，你们随便拿随便看啊，那个走的时候把房门给我带上啊。谢谢阿姨。好好啊。谢谢。嗯，沈毅，我记得你姐的照片上有一个一样的老式空调。这种老式空调早就淘汰了。我们再看看有什么线索吧。嗯。沈毅，嗯，你过来。顾老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前年5月7号。可是他去世前，为什么有一笔30万的存款呢？顾老师是个中学老师，平时生活也挺拮据的，不可能有存款啊。那这笔钱一定有问题。琳琳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学姐。植物人。2年了。学姐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都是我不好。她本来在研究所挺好的，可那个姓顾的大学同学非要和她搞什么科研项目。有一天晚上，不小心掉进了井里。姓顾的是顾湘琴学姐吗？她不是中学教师吗？怎么会有科研项目呢？据说是个她很厉害的学长，可以运作很大的项目。学长，你知道他名字吗？
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听说是个海归。我得到可靠消息，温婉和秋泽都去了美国，当年就出车祸死了。他们出车祸前，两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出了问题。唉，线索都断了。不对，一定还有线索的。还有什么线索？神医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看，所有跟你姐那场火灾有关的人都出事儿。我们假设一下，他们是被人谋害的，那凶手一定认识你姐和顾湘琴，是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。其次，温婉和秋泽都是在出国的时候在美国出的事儿，所以我想那个凶手也一样去过美国。好了，安兰，先别想了，今天晚上先住这儿吧，明天我帮你收拾东西，你早点休息。哎，对了，沈毅，我们还可以检查检查你姐留下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这就是我姐房间。神医，你有你姐生前的照片吗？有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姐姐。我昨天跟田老师联系了，他说会尽快给我们消息。沈毅，这不是田老师吗？走了。田老师呢？啊，沈毅，田老师他走了，他说如果你来找他的话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你，他在办公室给你留了件东西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沈毅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已经坐上去美国的飞机了。你大概猜到了一些事情吧？我不是想逃避法律的制裁，事实上命运已经给了我最大的惩罚，让我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失去了我的一生挚爱，你的姐姐，又让我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得了恶性脑瘤，我估计活不过一年了。所以与其在牢狱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，我宁可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从研究生到博士，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我从具有致幻能力的黑霉菌中培育出一种新型霉菌，这是从没有人发现过的菌种。我想我可能会成名了。有时候喜欢一个人，就算是能看着他幸福，也是一种满足。我发现这种新的霉菌不仅具有强烈的致幻能力，而且还能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顽强存活。这种神奇的小东西一旦摄入过量，就会严重干扰中枢神经系统，造成各种不可预估的后果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在没有完全控制它之前，我不打算发表出去。我不知道是谁偷走了我的霉菌，这个人肯定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潘多拉的魔盒，一旦打开，悲剧就会上演。很多人都说沈明阳是突然撞邪了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果然，
这根本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。我发誓，我要让那些伤害未央的人尝尝什么叫做恐惧。整个实验室见过我做实验的只有温婉，但我查过进出记录，美军被盗的当天温婉没有来过实验室，倒是未央的室友刘林和顾湘琴来过，他们两个肯定也有问题。我出国后，温婉和邱泽也相继出国，替他们接风洗尘的宴会上，我成功地安排了一场意外。回国后，还不等我找到顾湘琴和刘林，开始我的复仇计划，他们便主动找上了我，还以我的雷军导致了当年的事故为借口，用这个来威胁我，敲诈我30万。但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这是卖阴气。原来，当年是温婉为了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，在看到我的实验后，便产生了挤掉未央名额的想法。他教唆宿舍里另外两个和未央不合的人，悲剧就这么诞生了。他们偷走了我的美军，放到窗机里，本来只是想让未央在答辩会上出丑，但他们都低估了他的威力。说起来，我回国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得知未央没死的消息，而且我也没想到收了一个得意的弟子居然还是他的弟弟。深夜，我把我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留在了抽屉的移动硬盘里了，那种霉菌和抑制剂我都放在保险柜。密码是你姐姐的生日。另外，你要记得，细菌是把双刃剑，没有反制的手段，就一定不要让它灭世。安兰，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
天啊冷，夜凉了，街灯飞舞，熙攘的人群听不见脚步，和你擦肩几回还是陌路，向左向右我寻不到幸福，等太久会让人失掉温度，是苦是甜终归还在旅途，梦中的你轮廓依旧模糊，爱分辨不出，一眼的幸福那又是何苦，看了更孤独无法留住，在你的国度什么叫幸福，为你哭为你笑泪止不住，一眼的幸福只想看清楚，我用尽全部换一次满足，近一点看清楚，看清楚你的眉目，下辈子别再让命运摆布，近一点看清楚，看清楚你的眉目，下辈子别再让命运摆布。